趁老婆不在先藏起来一个。居然还要给俺假结膜，你给俺等着。让你假结膜，我给你换一下。就吃饭了。来了。哎，老公，今天咋就这一个鸡腿呢？啊，就一个鸡腿，给你吃吧。你不吃？我不吃，给你吃吧。那我吃啥？你就等着上当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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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刚这辣味蒜真好吃，好吃。姐妹们，这个辣味蒜呀，我们家呀都吃3年多了啊。它呢是山东的紫金蒜做的，吃起来的口感呢是脆脆的。咱们平时啊吃点饺子，吃点面条，吃点米饭，吃点这个大鱼大肉，配点这个辣味蒜呢，开胃爽口，解腻又下饭。平时呢都是9.9给大家发一包，现在呀活动来了，现在下单呢是9.9给大家发3包。咱们有喜欢吃辣味蒜的家人们，趁着活动来了，赶紧去漏一单尝一尝吧。这你别笑。哎，你怎么也有鸡腿？哎呦我的妈！趁老婆没来，我先把一个鸡腿藏起来。我看你今天又搞什么幺蛾子？居然还给我放芥末！你这个糟老头子，嘴坏得很。跟我玩花样，有芥末的还是留着你自己吃吧。造孽！就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老公。今天怎么就一个鸡腿啊？啊，就剩一个鸡腿了，给你吃吧。正好。
燕格西给他看。啊，怎么样？咱们今儿怎么不能辣呢？你不爱吃辣的吗？不是，辣的像梨似的，辣的都像能辣呀。太姐气了，今天终于赢了一回。你别吃，你这会儿吃好几个了呢。别吃，剩下都给我了。你别放肆，你咋被我吞了呀？老公，这豆浆粉太好喝了，再给我冲一杯。老公，这豆浆粉太好喝了啊！好喝。家人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燕窝银耳豆浆粉，这个真的是又香又好喝啊！它这个配料里面非常的干净，里面只有豆浆粉、银耳和燕窝，没有香精，没有色素，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，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食用。冲泡方法非常简单，用温开水冲泡即可，可以当早餐、晚餐代餐。喝起来的口感呢是既有豆浆的浓郁香，又有银耳的咯吱脆，还有燕窝的丝滑感，这个口感呢真的是太好喝了啊！它这一大袋里面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，咱们早餐的时候呢就打开一包，这一包啊就是一杯的量，温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。而且现在下单呢，咱们上架还有活动啊！现在下单呢是19.9元，给大家发4袋，然后再给大家送一个胖胖杯。咱们有喜欢喝的家人们，赶紧去漏一单尝一尝吧。老公，你不是就一个鸡腿吗？一人一个公平。哎呦我的妈！公平，老公，真公平。今天我得换个法肠，好好的长眼试点。这家伙是又要吃独食呀，我倒要看看你把肉藏在哪，等着瞧吧，待会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今天藏的太完美了，剩下个窝头用来迷惑媳妇了。媳妇吃饭了。媳妇儿，你吃这个窝头呢，还吃这个酸辣粉呢？这窝头干拔的，这有啥吃的呀？我吃酸辣粉了。哎，那鸡蛋，鸡蛋给你了。你不吃？嗯，我不吃，给你了。想用几个鸡蛋来打发我，别高兴的太早了。老公，我吃野了，你再给我喝。你上厨房再拿个给他冲一杯去。慢点吃啊！不找个理由把你支走，我真没有机会下手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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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老公，汤要喝了，再给我冲一杯。老公，这腰我银耳都腰太好喝了啊！好喝，给我喝点啊！好嘞，家人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燕窝银耳豆浆粉，这个现在来果冻了啊！它这个配料啊非常的干净，里面只有豆浆粉、银耳和燕窝，没有香精，没有色素，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，家里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食用。冲泡方法啊非常的简单，用温开水冲泡即可，可以当早餐、晚餐代餐。喝起来的口感呢是既有豆浆的浓郁香，又有银耳的咯吱脆，还有燕窝的丝滑感，这个口感真的是太好喝了啊！它这一大袋里面有十包。都是这种独立包装，咱们每天早餐的时候呢就打开一包，这一包啊就是一杯的量，温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。现在下单呢是15.9块，给大家发4袋啊，然后再给大家送一个摇摇杯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家人们趁着活动去多存点吧。老公，我吃饱了，一会儿把你吃饱了给肉都收拾了啊。好，这你别笑，我漏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，真香啊！好吃，你吃大碗的？就喜欢吃小碗。老公，这拉面好吃不？好吃。老公，今天你吃大碗的，我吃小碗的啊。等等，有套路。今天我吃小碗的，给你大碗。嗯，拿我当什么了？让我吃那么多？你确定？你不后悔？确定，我自己选的，我后啥悔？哎，有鸡蛋。酸辣粉呢，它是飞油炸红薯粉做的，一包粉呢是6包6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吃起来是那种酸辣爽口，特别过瘾，而且这个价格也划算。又一个鸡蛋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陈醋。23.9块到手6桶，你们也赶快安排上吧。老公，我们吃了没？好有。董玉伦的饿了。是你的。是你自己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家伙头头抹抹，转抹干耗丝。你这个糟老头，学坏的很。哎，老公，怎么没有麻烦呢？你快去拿去。忘了，你拿。机会来嗯，老看我干什么？开胃解腻，爽口又下饭。现在呀，活动来了，现在下单呢是9.9块，给大家发3包，咱们有请。
这个辣蒜好吃吧？好吃吧？好吃。家人们，这个辣瓣蒜啊，我们家呀都是3年多了啊，这个口感呢特别的好，吃起来呢是脆脆的。咱们平时啊吃点饺子，吃点面条，吃点米饭，吃点这个大鱼大肉，配点这个辣瓣蒜呢，喜欢吃的家人们趁着活动赶紧去多囤点吧。等会儿呢泡面不喝呢，喝喝，不是喝就是凉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嗯，你这个小老头子，哎，媳妇，大蒜啥呀？大蒜厨房有，自己拿去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快点哈！满满一大袋，喜欢吃的姐妹们点击视频下方小黄车扔一单尝一尝吧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脱骨侠家的脱骨鸡爪，它去骨留筋，保留脆骨，吃起来 Q 弹筋道，有嚼劲，有微辣，有中辣，有重。49.9给大家发2斤，二斤的是这一大桶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哎，老公，这饮料咋不喝呢？喝，不喝。天天让我吃芥末，今天给你来点狠的。你这个糟老头子，坏的很。今天给你做点米线，煮的鸡蛋，好啊。哎呀，好鸡蛋呢。来，给你来。哎呀，别吃了，那胖了。媳妇儿，吃饭了，快点。来了来了。你有啥不要？自己拿去。咸湿气的姐妹用来做代餐，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色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玉米羹来活动了，这玉米太好喝了，怎么可以喝不？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、葛根和红枣粉，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、晚餐。现在下单49.9米，拍一发4，收到货两个罐装。哦，这知道你爱喝，趁着活动我又给你囤了。
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汁玉米羹，再送一套杯勺，太划算了。链接呢，我就放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赶紧去囤点吧。认住。对呀，老婆咋没反应呢？难道是趁我酒杯的时候给我灌？终于等到老婆吃酒。每罐呢是620克，再送两个袋装，每袋是500克。怎么了？嗯，到了，又芥末，中招了，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机会来了，我得赶紧把命换回来。你别笑。哦，又想尝好吃的，被我发现了吧？等着瞧。这老狗没来，赶紧把大主题藏起来，底单也不给你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大猪蹄子配上这个香菇辣酱，真是太过瘾了。你这个小老头子坏得很。老公，今天你吃点米饭，拌点这个辣酱，我下班了，你尝尝。现茶一哈，好吃的还在。老公，吃饭了。嗯，香啊，媳妇儿，吃的酱喝的啊，好吃多吃点。嗯，们，我们吃的这个辣酱呢，咱平时可以用它来拌个米饭、拌面条、夹个馒头，搭配各种肉类，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这一罐呢才1.99块，链接呢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方，咱们有喜欢吃的姐妹们搂一单吧。对，拌饭太好吃了，给我囤点啊。放心吧，已经给你囤了。姐妹，哎，媳妇儿吃完了，下去收拾啊。先走了。这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这家伙是又想吃独食啊！不行，我得治治他的臭毛病。记住没有？啊，记住记住记住。让你纵笑。老公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吃饺子啊！吃饺子。哎呀，再吃饺子来。你别着急，吃饺啊，你得弄点蘸料去，弄点蘸料去。什么蘸料？两勺生抽，三勺陈醋，四勺辣油，再拍五瓣蒜，放里边去。趁着吃独食，今天一个也不给你留。再弄点不成，不够吃，跟刚才一样。忘了啊？别忘，别忘，别忘。
来，上电话来着。哎呦我的妈！起来，这是哪里啊？老师，你看不吃啊？我不吃，那仨就这么吃，这我好几大。吃饭。啥也没有啊，看来好吃的在下面。那不还有北门之处呗。满满的膳食纤维，玉米团现在下单呢，收到货有两捆，每一桶呢都是620克的，再加上两袋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汁玉米羹，它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葛汁和红枣粉，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用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早餐、晚餐、代餐。喝起来的口感是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清甜，营养丰富。每一袋呢都是500克的啊，再送一套杯套啊，这么多，有喜欢喝的姐妹们。媳妇儿，这个太好喝了，好喝是吧？好喝。这个，那个好高了，有意思吗？给你吃你不吃？哎呦我的妈！乐一凡，尝一尝吧。你别笑。有人上来，快点。来了。哎呀，不错呀！你先吃吧，我一会儿再吃。我怕你跟我抢。害怕我跟你抢你？选一个，又选呢？那我就选这个吧。你先吃吧。哎呀，这家伙太过分了。不是挂，我帮我冲一杯啊。嗯，那再给你得了，我再冲一杯。你就等着吃空气吧。低脂、零糖、零添加，开水冲泡非常的方便，可以当个早餐、晚餐，减脂记得用来做代餐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这个是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的配料里面只有玉米粉、山药葛根和红枣粉。好，咱们有喜欢喝的姐妹们，赶紧去囤点吧。拍一发四，收到货呢有两个罐装，每罐呢是620克。来送浓浓的玉米的糯香，淡淡的红枣的清甜，营养丰富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玉米羹来活动了，现在下单49.9米，两个袋装，每袋是500克，再送一套杯勺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链接呢，我就挂到了视频的下。哎，老二，吃饱了？老二，你吃吧。那我吃了，你可别馋啊！哎呦我的妈！
我炸！大哥，懵了吧？今天一个也不给你留，我全部吃掉。这家伙又给欢了。我们吃吧。就这一个烤肠，还是我帮你吃吧。老婆居然藏了这么多烤肠。还想偷偷藏烤肠，幸好我。于是发现没上你的当。有两个口味，咸蛋适中 ，QQ 弹弹的特别入味啊，还不用剥壳，一口一个，特别的过瘾。有喜欢吃的姐妹们，趁着活动赶紧去囤。老公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让你吃点。不是吃饱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这个是回味一梦家的鹌鹑蛋，这一箱里面有40个左右啊，有五香和盐曲。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猪蹄呢？早知道我就不换了。哎呦我的妈！